开饭了，家人们！今天老公炖的这个是粉条蒜那个肉末，糊了个猪肝，来一口小猪肝。啊，烫死我了，媳妇儿！烫死我！哎呀，那粉条一看就有食欲了，好吃。嗯，慢点。太香了。这米饭是莹莹焖的，有点焖黏了。带皮，带皮是不是不盖？